因为2016年香港有一批货221钞票，那中国就暂停发售给其他国家。去年我们一直在等待说希望他们会开放说再发货，可是他们还是不能。那今年我们就做了调整，那我们就进了荷兰的大闸蟹。 荷兰大闸蟹比中国的价格高出约20%，这是因包装、运输成本较高，但供应商表示，荷兰大闸蟹因野生生长，肉质更鲜甜。农粮与兽医局表示，会诊应该向有信誉的业者购买。如果想在网上购买，必须清楚知道网上购买食品存在的风险。又到了品尝大闸蟹的季节，由于中秋地区对大闸蟹的需求减少，也是今年进口到本地的优质大闸蟹。 去年增加了多3成。没错，而且价格呢保持平稳。来看记者湖南怎么报道。自2年前，直接从中国进口大闸蟹的香港验出大闸蟹里含有化学毒物2N之后，中国就收紧出口到台湾、澳门、香港和新加坡的批文，以致本地进口商必须辗转从泰国、日本淘宝买西亚进口中国大闸蟹。受访进口商表示，有别以往年。 今年不需要同周边地区抢货。今年因为香港的局势不太稳定，游客少了，那当地的居民也少出门去酒楼饮食。还有台湾2个星期前刚刚才开始中国运输证，但是要7天的检疫，合格以后才能够售卖。整体的供应量就有多出来，特别是大只的2、38线的增长。 另一名进口商则表示，本地也可进口荷兰大闸蟹，但今年质量不理想而没有进口。新加坡食品局的数字显示，去年本地进口的大闸蟹有22公吨。大闸蟹的季节到来了，受访的进口商说，中国的进口增加，加上航班的运费成本上涨，大闸蟹的价格也跟着看涨。每公斤起的大约10多元。不过本地销量却大增。 受访的餐馆告诉记者，全资源为了最大闸蟹的需求依然强劲，空客整体增加1到2成。这家国药从中国太湖进口大闸蟹的业者说，中国前阵子爆发洪水影响产量，而疫情来袭后，中国运输也增加，影响出口供应，加上疫情打乱航班行程，增加运费成本，每一公斤可能上升了10多元人民币左右。因为国内的销量有增加的趋势，整体来说我们的。 销量零售跟餐馆购买，然后又增加50%。今年非常难订航班，所以我们需要提前向中国下订单。他说，今年有6月，螃蟹照实成熟，尽管产量受洪水影响，但进口到本地的大闸蟹整体规格不错。